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在之前的街访中，我们听了女生对男生的吐槽，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男生对女生的吐槽吧。你最想吐槽女生的什么行为，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行为是你不喜欢的？我觉得最讨厌的是这个双标吧。能不能具体举个例子？又想要男方拿彩礼买房买车，然后又不想要生孩子去做一些他女性本来就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标榜自己独立，但实际上要了彩礼也不算独立，是这个意思吗？对、出门一定要让我叫他拍照，我是真的，每次都要拍，拍不好。会吗？差不多吧，就是这个。怎么不好？角度啊，然后人物的构图啊，都是不是我满意的这样一个结果。嗯，那你觉得他为什么拍的不好？是他不走心呢，还是有点吗？就是不走心。是你真的不走心，还是拍不好？真是本身技术差呗，这要求高，无理取闹。有碰到过吗？有啊，说一下情况。就比如说他要个东西，他又不说，然后他就看一眼之后你又没给他买，然后他事后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就发脾气。你也没反应过来是吧？对，我也反应不过来。经常性的吗？对，女孩子，我感觉女孩子都会这样。你呢？我感觉就是冷漠我吧。怎么冷漠你了？可能有些事情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不会说，然后冷漠我。自己能力不行还逼逼叨叨让别人要一定要能力好的那种女生吗？有碰到过这种的吗？那还是经常碰到的。是身边的女性朋友是吗？那倒没有了，如果是有这种女生也不会当朋友了嘛。就女孩子一般生气了嘛，然后她一般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就让你去猜，然后一整天下来你问她她又不理你，就觉得让人挺难受的。最不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吗？我觉得就是那种没有自知之明的。就比如说我对你付出了，但是你觉得我是应该的，但我觉得男女之间都是平等的，就不存在谁付出多谁付出少，然后我也希望你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可能是抽烟吧，或者说脏字或者脏话。脏话，对对对。为什么不喜欢女生抽烟？可能有点负面的那种负面的形象。对对对，一般都是小混混啊会有这种行为，这也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但是它确实是有点相关性。对，就如果说一个女生抽烟你不会跟她交往是吗？也不是说不会跟她交往，就是可能第一印象会不太好，但是如果熟了以后她这个人她的人品啊可能她的品质比较好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影响，只是第一印象会有点不太好。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还有一个是就是说脏话。哦，说脏话。对对对。其实不针对男女生，男生的话其实也是不太好，但是这个也是第一印象。身边有女生说脏话吗？同学什么的？有的。你自己会说吗？我其实不太说，但是有时候压力确实大了就可能会说一两句。不太喜欢就是抽烟吧。为什么呢？首先抽烟不太健康，还有就是看起来就不太好，形象不好。对，可能有点传统观念在里面。您自己抽烟吗？我没有抽过也不抽烟。他们有些地方很注重细节，可能我太粗犷我觉得有点麻烦。比如说关于卫生方面他们就什么都要弄得非常非常干净，我觉得有个差不多就可以了。这可能算是我个人的原因吧，但是有点想吐槽。是有被女生吐槽过你不干净吗？也不是不干净，就说我太不在乎了，就是很多东西比如说摆放的桌面都不是很整洁那种。我的话可能就是觉得有时候女生会比较敏感一点，因为男女的那个基因不太一样吧，可能就男生可能觉得一些无心之举会对女生造成一些困扰之类的。例如比如说被问到如果有女生要加你微信怎么办，然后不认真回答可能就那个就挨骂。对对，我觉得一个女生如果很作的话就是我接受不了，就比如说我女朋友如果很作她会让我很难受，因为俗话说得好，小作怡情，大作就不太好，伤身是吧？对。什么是作？伤心不伤身。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只是因为一点小事情那她就说你不爱我了，这样让我很难受，其实我还是爱她的。刻意去贬低别人什么这种，这是无关性别的，就是任何人我都不是很喜欢。
没有听过别的朋友啊兄弟啊有吐槽过什么女生的行为的？哦，这个就是一个女孩子嘛，在外面上学嘛，然后男朋友在本地嘛，在外面玩得很花嘛，这个对男朋友和感情都不尊重，就是有一点点劈腿的感觉，但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就出去玩，是吧？是的，是的，嗯，也不是，就是有点暧昧吧，暧昧，暧昧啊，比较无理取闹吧。嗯，怎么说？问你为什么生气，我不说，明明说了就解决了，我不说，不肯说出来自己为什么生气，但又是生气，是吧？对，嗯嗯。出门相对比较慢一点吧。需要化妆什么的，对对对，是吧？嗯嗯，一般出门前要准备多久？估计要留给他20分钟。嗯，还好吧，20分钟。嗯，算还可以的，一般一个小时正常的哦。等我弄好，等他还要等个20分钟。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别的男生吐槽女生的什么行为或者什么类型的？那挺多的，举两个，可以说吗？可以说呀，就是喜欢在那个微博上打女权的嘛，这不是很多吗？然后搞那种男女对立的那种。网上看到的话，那就多了，比如说之前那个北师大嘛，男生尽量走楼梯嘛，让女生坐电梯嘛，男女坐一个电梯，他们会很尴尬，女生尴尬，女生会尴尬，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双标嘛，为什么两性应该是平等的呀？嗯，有咯。就是他们说的比较极端吧，女的拜金啊什么什么的，那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嘛。那我是个男的，那我也希望女生有点钱嘛，这不很正常的，是不是？就是互相喜欢更优秀的人嘛，这个没有错了。他们在网上描述的这种拜金是拜金到什么程度？就喜欢有钱男的了，不看别的东西，只喜欢有钱男的了。那我在网上也搜集了几个常见的，就看看有没有哪几个是你们认同的或者是想吐槽的。女生总是抱怨男生是直男，这个你有被抱怨过吗？有，就是他问那个什么漂不漂亮，我可能就是就很直接，可能说不好看我就直接说不好看了。这个会的，偶尔吧，偶尔。怎么个直男？这个照片拍不好呀。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直男吗？在我的理解里面啊，就是说话比较直，然后情商可能比较低一点点。你有被吐槽过是直男吗？有。你做了啥啊？就是情商可能比较低啊，不太会说话嘛，以前。那这个我觉得就可能需要男生去学习一下了，并且要照顾一下女孩子的感受嘛，对吧？可以给我们的外国观众解释一下什么是直男吗？你的女朋友向你发泄情绪，但她不是很直接的发泄情绪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男生，你并没有发现她隐藏的这个情绪，然后你还是按照她的话继续往下走，这就是可能比较直男。嗯，你有被抱怨过是直男吗？有。啊，什么情况？可能就是遇到自己喜欢的女生不是很会说话，有点紧张，会这样。对。嗯嗯嗯，然后她说你是直男是吗？那没有，那是她朋友跟我说。啊，她朋友。对。嗯。我有啊，你做什么了？聊天方式吧。嗯嗯，直接。对，没有说到他那个点上嘛，然后他就说我直男。哎，什么是直男？能解释一下吗？直男思维比较直嘛，没有理解女孩子的意思。我个人感觉吧，直男其实比较可爱。你认为自己是直男吗？我觉得我自己应该不是。嗯，还是比较情商比较高的那种是吧？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也可以。只确实很多男生可能环境里也没有怎么跟女生接触过，所以说女生一些小心思他肯定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跟女生相处久了，自然而然的就知道女生的想法，然后你应该怎么跟她相处。嗯嗯，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才是直男？女孩子很明显的就是明示了我喜欢你，嗯，但是你却不知道，口是心非。这个有时候会的。比如说呢？比如说嘛，要就是不要，不要就是要呗。这个我感觉大多数女生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吧。嗯嗯，在什么情况下？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有些节日，或者说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呗。嗯，然后会怎么样？那就不懂我不懂你，就那种意思呗。哎，节日的时候会要求买礼物，然后你们忘记买了会挨骂吗？这个不会。不会，因为他不会忘记。这是真的。嗯，怎么说？他明明就很想我，还说不想我。女生不是都是口是心非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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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孩子，我感觉女孩子都这样。举个例子，没有明确的说自己想要什么礼物，然后我送给她礼物，她也不太喜欢，总是要你猜是吧？对，结果你还猜不出。对，口是心非啊，这个其实大多数女生都差不多，男生也是啊，我自己什么也会口是心非啊。女生可能就大部分是这样，但是其实不介意这个东西。嗯，不介意。对、啊、为什么呢？你不担心就是你们猜不到她想要什么，结果她生气了吗？其实我觉得一直很平的话，其实可能这生活也没有什么乐趣，有点波动的话可能会更有生活感一点。这个人我感觉都会有一点，但是你别什么事儿都这样，那受不了是吧？啊，控制欲强。控制欲强，我是老婆奴。嗯，控制欲强我很喜欢。他是怎么控制你的？怎么控制我？嗯，跟变态一样跟踪我都没事。没有没有没有，朝我行程还有随时报备什么的，这我觉得是基本的一个行为。嗯嗯，然后你觉得都挺好的是吧？对，我觉得还蛮不赖的。嗯，如果他不跟踪你了呢？不跟踪我反而会有点担心。担心什么？担心他不爱我了。控制欲看他控制到什么程度咯，每天没事打我个视频一定要查清我在哪里，这种当然也不行啊。嗯嗯嗯，那什么样的程度是可以接受的对你来说？嗯，就是我跟他说我去干嘛了干嘛了，他就相信我就好了。比如说我说我今天晚上去跟朋友喝酒啊，他也没有必要一个晚上打十几个视频过来查，你说是不是？这种就有点过了。嗯，身边有兄弟就是碰到过这种的女生吗？有是有了，就比如异地啊，10点钟一定要在家里啊，什么出去不能喝酒啊，这种一直打视频来查岗啊，这种也是比较扫兴是吧？嗯，对，也挺多的。嗯嗯嗯，我不太喜欢控制欲强的，因为就是我妈妈控制欲就比较强，所以就所以我就一直看在眼里嘛，就是觉得不太能接受。我如果方便说的话，他是怎么样控制的呢？就是想好再说。你想好再说，这是要警告了吗？对于我爸爸来说，他就去哪里，然后就是管得比较严，就是他都必须要知道。不让去吗？会。就对对，就有很多我感觉很正常的事情，他都不让去的。就控制欲看情况吧。有是吧？笑得这么好，是不是偶尔会控制欲强？对。在哪一方面？这个要细说还真的挺难说的，要具体碰到事情才可以感受得到吧。比如说女朋友，她会想让你跟其他女生少接触一点，那她不会控制其他的，她可能只控制这一点嘛。那你为什么要跟其他的女生接触呢？避免不了啊，那日常上学大家总要小组作业总要交流嘛。哦，就是这种的话他们也不喜欢。对，他们也不喜欢。谈恋爱控制欲强我觉得无所谓，但是婚后如果控制欲强的话那我不能接受。嗯，什么就是到什么程度是你不可以接受，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嗯，因为他的方面来限制我的个人爱好和想法。嗯，这就是我不能接受的地方。嗯嗯，就比如说什么样的爱好呢？打游戏什么之类的。哎，就是你觉得一般哈，就通常男女朋友在一起的话，女生会讨厌男生打游戏吗？我觉得应该不会无缘无故讨厌吧，那得看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打游戏。在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在很需要你的时候，然后你还是选择了游戏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反感。控制欲我觉得是一种爱的体现吧，就喜欢的体现。嗯嗯，你有被控制过吗？没有，因为我没有被爱过，谈过一次。要求男友秒回，不然你就是不爱我了。那这个当然不行了。那大家都有事儿嘛，不管是读书还是上班，那都有事儿的呀。或者说要尽早回复吧。尽早回复，那我觉得作为男生也应该做到这个尽早回复吧。就是起码干什么事情，手机没电之前啊，什么干活之前啊，都还是得先说一下嘛。哎，你觉得现在的女生要求男朋友秒回的多吗？嗯，我身边其实还好吧，没有很多咯。对，就是很差很不好的女生都是在网上看的嘛。这个其实如果我忙的话也会有解释的嘛，是吧？嗯嗯，那解释不听呢？解释不听那就好好解释。嗯，好好解释还是不听呢？那就再好好解释。那就线下解释。嗯嗯，这个不介意。就是如果你忘记了或者是没有能够秒回，然后他就发脾气啊什么的，你不觉得这种是一种负担吗？我其实不太觉得，如果就是他可能你一直没回他，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的话，可能就是
感觉没有爱了那种感觉。哦，反而你觉得不要求你秒回的，可能还没有那么在乎你。对对对，有空肯定秒回啊，但是我在忙我自己一些事情的时候，嗯，应该不会去秒回吧。男生吧，可能也有自己的事情吧，可能做不到秒回，但是看到了是一定会回的。啊，有被要求过吗？有。但他那样要求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不舒服的吗？还行，可以接受吧，可以接受。秒回，这不是基本的吗？难得是吧？基本的呀，我觉得是。男友秒回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已经是那个对象的情况下，那确实是应该这样。比如说看到消息了，应该是立马去及时回复的。但如果说手头上正在忙或者工作的时候看不到，那这个也没办法。嗯，有因为没有及时回复而被骂过吗？没有，都是那可能就是说那种小打小闹会有。对，这也还好。嗯，那你不会觉得有心理负担吗？没有啊，没有。如果他不要求你秒回，是不是反而还不习惯了？对 对。如果能做到的话，我是尽量，但是这个做不太到吧，我感觉。你觉得这个要求合理吗？有点离谱。嗯，会要求吗？你觉得一般女生会要求吗？有可能，但是我目前没有遇见。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要求？可能还是控制欲比较强吧。双标，就是女生可以吼或者打骂男生，但是反过来就不行。那要看对象是谁。嗯，什么意思？就是你他把骂哄的对象一般是，是谁？是你啊。是我。然后他那没办法吧，那真的可能只能说他对我太爱了。那不是没好感，或者是不在意一些感受吧。一般来说是老婆是拿来爱的，这肯定不能打骂呀。嗯，他打你可以吗？跟我闹的话是可以。那是打情骂俏是吧？啊，对，分情况吧。嗯，有些东西我觉得双标是也是能理解，那有些东西还是最好就是大家都一视同仁比较好。哪一种是不能接受的？就比如说女朋友一个玩的特别好的男性朋友，自己的男朋友比较反感他有这种朋友，但是女生却觉得没有问题，大家只是纯友谊。然而男生有一个女闺蜜的话，女生也会觉得有问题，但是她不会反过来考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能接受的。经常问一些无聊的问题，比如说我跟你前女友谁更好看，你爱不爱我，怎么证明你爱我，有没有这种情况？偶尔会有。嗯，他问过最无聊的问题是哪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那你是怎么回答的？一般来说这个问题特别难回答，一般都会吵架。没有回答正确过。应该知道怎么去回答，不然就要被说成是直男什么的。你会怎么回答？那我一般会说，那肯定是你更好看，前女友那都已经过去了。我没有前女友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被问过最无聊的问题是什么？最无聊的问题哦，我今天穿什么？嗯，然后你怎么回答的？我说你穿什么都很美，不需要在意我的感受。那都是可以接受的，反正女生喜欢沟通啊什么，那就互相沟通嘛，聊聊天什么。你听过最无聊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听过啊，女生只要问出来的问题，她就是想跟男生有点沟通啊，就两个人聊聊天就好了。我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可能跟你比较适合，你比我前女友好嘛，这样做就是有理由的呀。她还像问的话，我要去抬高她呢，还是要去贬低前女友呢？就一般开玩笑可以嘛，但是天天问的话就是很挺烦的。要求男友为他提包，这个不介意啊？你很乐意是吧？对对对，乐意为女生。可能我还会主动一些，这可能算是体现男友力了一点。对，基本上都会帮忙提。女生的包都是你的是吧？对对对，嗯嗯嗯，不是说女生的包，是女朋友的包。啊，女朋友的包，你看很厉害，很会抓我的语病啊。提就主动去帮忙提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嗯，所以你也经常为他提是吗？对啊，他行李箱和包什么的，我都直接提过去的呀。出去逛街呢，就是比较轻的包呢。轻的也要提啊，重的我也提啊。嗯，哎，你觉得这种男生为女生提包的情况在中国普遍吗？应该是很普遍的吧。嗯，你觉得是正常的吗？很正常，这应该的。应该。经常提是吧？对。提包，我个人觉得是无所谓的，但我觉得女生那个包不都是他们自己的配饰吗？他们又不是真的装东西的。嗯，他有要求吗？那给他提一下，总不能买的包一直都是我拎吧，是不是？嗯。但是拎一下也没什么问题。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在女生身上会好看呢。你刚刚也说了，就是这个包其实是女生的一些装饰嘛。那你觉得为什么女生会有这样的要求呢？觉得男生给她背，然后站在旁边更有成就感一点。是什么成就感？就是这个男的我追到了，什么是我老公啊，是我男朋友什么的。让女生抽烟喝酒，抽烟喝酒我觉得很正常吧。我也有那种抽烟喝酒的女生的朋友，之前我也跟他们说过了，让他们就是因为毕竟抽烟对身体不好。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像他是做护士的，有时候压力大吧，只是抽一下烟缓解压力是挺好的。其实你跟别人吐槽的话，其实缓解不了那种心情的。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这个我反正是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也不抽烟，然后喝酒也不怎么喝，所以我觉得这个相互的，我也不希望女生会这样。那如果说对方抽烟只是为了放松一下或者怎么样的，那这个能理解。就是经常性的你不能接受。对，经常性的不行。就是你觉得这种是怎么样不好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个人对烟这个东西就比较抵触，对，然后我觉得它对健康也不是特别好。这很正常。可以接受是吧？是可以接受。你自己抽烟喝酒吧？对，我自己也抽烟喝酒，所以也不好说是吧？对。OK 啊，没问题啊。你自己也抽烟喝酒的是吧？对啊，对啊。女生公主病？那也得是公主才有病吧？有没有碰到过不是公主还有病的？这种的一般就不会去接触了呀。公主病啊。这玩意儿 和男生妈宝男应该差不多一个概念吧。我觉得正常人就应该是要有自己独立的能力什么的。对，这个一点点还是好，因为他公主病的话可能里面带一点点那种撒娇的感觉啊，一点点就是有女生的那种俏皮感。对对对对，是吧？对。有没有什么样的公主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或者是很讨厌的？就可能他想买一样什么东西，然后就一直赖在那里，然后跟他讲理讲不听，这种不讲理。对对对，公主病也还可以。可不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公主病？我认为的公主病就是稍微娇生惯养一点咯。那如果真的很公主病的当然也不行了。就是什么都要迁就他，什么不考虑别人的话那也不行了。比较自我是吧？对，就一点点男生照顾他什么这种，那就觉得还可以嘛。那大家都是这样的是吧？花太长时间打扮呢？这个不建议，因为他打扮的话可能就是想给你的朋友或者给你或者说给他在乎的人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感觉，这个倒是不建议。女孩子的通病啊，没关系的。这个打扮的好也是给你面子嘛。你女朋友一般花多久？半个小时就好了。我女朋友很快。也无所谓啊，她打扮的自己好看我多好啊，是吧？没有方向感。方向感还好。是很好不是还好。对，方向感比我好。我女朋友路痴，那我就自己去接她嘛。这个还是一样，我觉得男生应该做好这些，就男生应该要做到的。现在都导航了，这个问题不太常见嘛。放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男女都一样嘛。都没有方向感。都是看导航的。感觉男的说什么都是错。这个有点建议。有碰到过这种的吗？有吧。特别是有矛盾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解释。对，或者说解释不通。男生说什么都不错。都是错。都是错。那吵架的时候。那吵架的时候这个情况特殊，那确实就该低头认错低头认错，女生先哄嘛。女生总是要男生证明她爱她。证明、有让你证明过吗？没有让我证明过，因为我这东西是要靠长久的陪伴来表达的嘛。你不可能天天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就是真的爱你了。你一般怎么表达？他爱我的话就亲一口，我爱他的话也亲一口就好了。好，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你们国家男生通常都会吐槽女生的什么行为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那就请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